来俄罗斯伊卡金林堡一趟啊，在他家住这一天呢，我算是白投资了，我毛都没捞着啊，我就要搬出去了。怎么回事呢？我这不在他家住这几天嘛，我是吃不好，我也睡不好啊，天天睡那老地下，啊，屋里还装修，整得灰土暴扬的，真是应了往东北那句话呀，你家，你文龙来你家，你真是蓬荜生辉呀，那屋里那简直了，那屋里面那灰，那我早上起来那擤大鼻涕，那鼻子里面全是灰呀。我上网搜了一下子，就装修期间要在屋里住，容易让人得病啊。我这两天我寻呢，我准备有出去想找个公寓，我问问他出不出去跟我住去。这一进屋吓我一跳，哎呀妈妈妈妈，俄罗斯这帮小姑娘光说人身材好，天天练呐，整小腿儿啊，天天搁这嘎达就嘚瑟。你说多诱惑我，我不搬出去咋整？你说这一天，我早晚我得让他给我收拾了我呀！哎呦我的妈！今天呢，我让优劣带我去车市转一圈，因为说啥呢，俄罗斯地盘大，没个车也属实不方便，给人家买的车吧，我也不能总开呀，这出门隔三差五的，这脚造的都是泥儿，跟人小姑娘说话也都不愿搭理我。优劣，这确实现在去 plus time 是你妈的 game 啊，какой тебе надо？ 你不能说呀，还叫被吉普的不去？不去。滚蛋！surprise， пошли。 Ну здесь все простая машина。 Там очень большой。 Очень большой。 Поехали。 有人跟我说，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那地方车不光大，绝对能拿你大动脉，你跟我走就完了。你该咋是咋的啊，这一进院砸操的属实是拿我大动脉了。哎呦啊，哎呦我去，这大炮。搁这看车的时候，我这内心当中就搁这嘀咕呀，我先讲话砸操的，这车你要买别落我名下，落就落你名下，这以后这都罗了。再一个老妹儿，这车我简单问一下子，是原版原漆不？哎呦哎呦我的娘呀，这家真是原版原漆呀。再一个老妹儿，就这车我问一下子，是国五国六的柴油版还是汽油版？座椅通风、座椅加热啥的，这都带不？坦克掉头、如行模式啥的，这功能啥的你都有没有啊？你这一块呀，到、哦。纯纯原版原漆啊，纯纯原版原漆，你这车太有牌面了，你比那劳斯啥都有牌面，你等我爸低保下来的，我这车我高低嫩他了，我必须拿下他。你这个厉害了，这个，哎呦我这趴雷了啊，优亮啊，这小白色的厉害，这小白色立着啊，看那个来，优亮看小迷彩的那个来，镜头前你要是能明白，这车要搁市区拉点黑烟的，噪音大点能让不声浪啥这一块。哎呦我这你要兜里宽敞，老铁们天上飞地跑全有啊这一块呀。哎呦我跟你说，这飞机我不能买啊，你不是你那个带弹的我不能要，那个那家挂弹，我跟你说你再掉里给我炸了，我要这个。有点这个怎么算，这怎么算，这怎么算的，这个这家辆是35是怎么的？这个，你这什么价位？这个来，多少钱？我看怎么回事。这个，来我看瞧瞧。我来这小的行啊，这小43号正适合我。这个，这行，这不行，这底也带弹的。这个，我不要带弹的，带弹我不要，我要这个，这个行。这家真大呀，这个。这不是前两天打算租个房子吗？又这家装修，甲醛味太大了。我约我上次租我那个房东约4天了，今天可算他有时间了，然后我们找个咖啡店见了个面聊一聊，他上来就问我，你这小子上次怎么租一个月就跑了呢，怎么回事？然后呢优劣跟他一顿解释前因后果，咋操的，这两天我看也是开化这倒整席弄，这小姑娘也真敢穿呢，长小丝袜就过来了。这个小区呢在叶卡捷琳堡来说呢就算比较不错的了，俄罗斯的小区呢跟咱们国内小区它是不一样的，国内的小区呢是玩基础建设，比如说人车分离呀、啊，车必须得进地下停车场啊。在俄罗斯来说，土地面积比较大啊，像这小区呢，就算比较好的了啊，车可以停当院里头，而且还有保安24小时给你监守，而且还是高层。女房东意思话，你要有车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办个证，你可以停进来。我说我没有车，他说我看出来了，我看你的裤脚那泥，我就能看出来。这家笑的，我让他给我和我笑个屁了。我发现房东无形的暗示我说，你俩是有小孩的话，这块还有个游乐园，你俩可以玩。我说我俩还没结婚呢，我说我俩只是普通朋友关系。
房东讲话呢，你说我来菜的，小眼神搁那迷离叼着我搁这块。在咱们国内呢，一般小区标配的保安呢都是二十来岁精神小伙，在俄罗斯呢是普遍的大妈，一般呢就是这大妈绝对好使啊，二十四小时是你贴身的管家。头一次见面咱打个招呼啊，大妈是挺友善的啊，给我挥一下小手，我一个回手掏上我车里就拿瓶有酸奶就给大妈顶上了。大妈讲话，你这要我们真会来事，我要孙女啥我都给你介绍啊，你等吧。这小姑娘家庭呢在俄罗斯来说就算好的了，有两套房子，自己开个路虎星脉，自己住一套租一套，他爸开个大五七，挣了我那句话。河东三千年河西，不到三十我必开大五七，买不起一手的就买二手的，买不起二手的我就找个对象家里有的，实在这几个方案都不行，我就给我妈电踏板卖了，我都租天五七台。五七我是要定了。老妹儿，这房子挺爱惜的，意思说我这洗衣机啥都新买的，希望你不要在这屋里抽烟啥的。今天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就是说啥意思呢，你要租一个月呢我就不能再租给你了，因为你住一月把人跑了再租也不好租，你要签呢咱就签一年的。今天要考虑再三呢，我心也行，租就租一年的吧，成交。我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，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昨天这不把房子租下来了吗，再也不用睡他家地下了。要我说悠着这小姑娘呢在俄罗斯来说就算居家类型的了，今天过来帮我擦擦地叠叠衣服，但是这性格啊始终还是战斗民族的风格，看我搁这拍视频没干活，那来你自己干来。我跟你讲老妹儿，离开你哥这地擦的还干净呢，我跟你讲有点没事，你也把在那里说了一句话，不属于我的东西我是不会要的。有的这不毫不犹豫的给房东打电话吗，这老房东当天开个大五七就干过来了。这两天我正寻研究个小吃，这老大五七可给我吸个屁了。啊，有咱该说不说啊，这一进屋确实能看出美女房东激动的样子，一进屋上来就是五个大腿，回首就是一个拥抱啊，该打是打的，他抱我抱他挺使劲啊，但是后来他有点害羞了，回首看看有了，他说不好意思啊，我是激动。进屋以后呢，我给他倒了杯水，我说你先压压惊，简单问候一下彼此吃没吃饭啥的。然后呢，有了就去后面小抽屉给他取了一个那小袋，当他看完以后呢，有了问他有没有少啥的啊。房东看完以后说了，就这两张，这是我爷爷给我传下来的。其实可能俄罗斯人比较有信仰，当时呢他说了一句话，说感谢上天让我遇到你们这么好的人，请允许我给你们赦免两个月的房租以表示我的心意。当时我就跟他来了一句话，我说老妹儿，我说房租你不用赦了，为说啥呢，
因为在我们大中国5000年的文化，从小就建议我们孩子啊，拾金不昧，这是我们传统美德啊。我说你要有那心呢，咱就吃顿饭得了。这老妹儿开个大步七来的，最近啊，啊得去我拖延吗是你？你接你爸的呀？哎呦我去，570配570。俗话不说的好吗？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不到30，我必开大步七。这他妈眼瞅他妈一年半载就要30了，要他妈够了呛啊！啊，我妈那天套碗呢也是要我卖飞鞭的了，现在就是摆在我面前，就这小姑娘真好啊！看有点头满那个羡慕的小眼神啊、哦！有点绝对羡慕了啊、哦！像有点要奥迪还是要雷克萨斯？啊，奥迪。这车没谁了啊，老铁们，纯纯怕雷了啊！优亮，这车你喜欢吗？奥迪还要不要了？奥迪，要奥迪，要这个，要奥迪。行了，拜拜吧，克里斯蒂娜，巴嘎巴嘎巴嘎。完了，这下算是彻底完犊子了，彻底干翻车了。昨天这不直播的时候给你们看了一眼俺亮的照片吗？被优亮发现了。优亮，这车的主人啊？Я знаю. Давай телефон. Кто там был?Никто там. Телефон давай. Ты что-то мне не вылезешь, что ли? Юля, давай я тебя покажу. Давай. Пароль какой? 49. Я уже тебе сказал, там никто. Там. Алена. Зачем? Потому что страшно мне.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... Я прямо до страха была.Напиши, когда мне человека говорят, Алена, скучай. Поэтому смотришь. Да, смотри дальше. Юля, Юля. Сейчас ты не будешь вернуться. Я точно она позвоню. Понимаешь?